333，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黄瓜，那个胡萝卜，还有这个豆角。我不想吃胡萝卜。不想吃，我吃呗，不就行了吗？好吧。哎呀，你慢一点儿，我削到手了，这么暴力。黄瓜削一下皮。哎呦。切薄一点。知道了，天天吃黄瓜，天天吃黄瓜。切点这个辣椒。昨天那个鸡胸肉没吃完呢，今天还可以炒一顿呢。没了，这最后一个了。给它腌制一下。哇，这个辣椒很辣呀。死亡辣椒。哈哈。炒出辣味儿，你再倒。来了。这颜色怎么样吗？非常 nice。非常 nice。今天感觉比昨天好炒的好吃呀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吃。又咱们俩互食了，不不是。你看你。热。哥，今天放你眼前，我就跟你说。行。拿个馒头吧。我要吃馍。黄瓜没有剩调味料。你说你剩？我不吃啥，你把没有剩调味料。没味道。这个放吗？没有。那没有？我两个都没放，完蛋了。放点。